将军，现在感觉可好些了？比刚才好多了。将军身体素来强壮，从未生过病，这次到底怎么了？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生病也是正常。啊，也许是我们将军过惯了苦日子，这突然停下来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不太适应罢了。也许吧。 要来了，要来了！郡王，阿昭，来喝药。我自己来。我来吧。 那将军，您先好生歇着，我们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啊，将军可有什么事吩咐？先是惠州叛乱，再是贝州兵变。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做什么？ 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将军想怎么做？秋水，你从今天开始继续训练丫鬟小厮，还有范二娘和许侍卫。是。秋华，你帮我打探边关的局势发展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没事了，我们先下去了。 阿昭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杞人忧天那些事？就算天塌了，还有高个子顶着呢。我就是高个子呀。天塌下来，我得撑撑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是高个子，顶天立地。但是你答应我，在你好之前，不许再想这些烦心事。好，我答应。你先躺下休息吧。 别担心，我陪着你。